你要觉得那个要多短？所以说，所以你都有提前这种感觉了吗？我发现你在路上好多好不习惯。我跟你没事比啊。
住了。你在门口啊。这台车挡住我，不然你这台车都不行。那你要不要按喇叭？靠腰。按喇叭。没有啊，这台车挡住我，你这台车我不知道怎么行。你这根本就只有弹簧啊，完全没有阻力的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车还有啊。可是我下沉不太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骑在车，我有时候不太敢骑、欸？你有发现啊？你看我的手，我右手。对啊。你有发现我是被撑开的？对啊。你的油已经油膏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前菜油？已经酱油膏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这样的话，我这也是要停多久？没有了。哎，其实我已经开始习惯你 force 的刹车了。我已经不会觉得说会锁死了。我说我开始习惯你 force 的刹车，比较不会觉得它会那个。没有了。因为其实我刚有稍微，我其实你知道我刚刚在刹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稍微试快一点，然后。习惯一点，然后去刹、欸。其实比较不可能，可能你也有磨合啦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力了啊。对啊，可是感觉跟这个相比比较没那么力了。嗯。所以差很多。